本期讲解一个中视频计划最新掘金项目玩法啊，简单搬运复制多种玩法批量操作，单日收益500。啊，中视频伙伴计划一直是一个流行的赚钱收益平台，随着中视频做的人越来越多，导致了很多人收益越来越少。此次是给大家介绍的玩法是一个可以实现批量操作的玩法，啊，有三种啊，并且利用 AI 去实现，省时省力，非常简单。三节视频课项目介绍以及这个需要的工具、项目的实操都有讲解，还有项目需要的素材、AI 使用的入口、养号，还有中视频这个整理的一些素材都有详细的提供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中视频计划，或者是最新掘金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条教程了。